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喂，动手吧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终于结束了。啊，输完了？这就完了呀？唉，又是一本烂尾小说，难怪没人看。作者，你真应该写我，你唯一的读者爸爸。写的都是什么垃圾啊？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什么深渊怪物。看来又是业主集体抗议闹事了。哎，都说现在不能买新楼，到处都是坑爹开发商。这么急？让一下谢谢，让一下谢谢。啊，是这里？没错呀。楼呢？楼呢？什么狗屁垃圾地产商啊，盖房子不行，拆房子是政府。必须举报，老子辛辛苦苦凑出的首付绝不能这样打了水漂。一夜之间拆掉一座烂尾楼，现在的建造水平已经这么离谱了吗？每次都是这一出，能不能玩点其他的？好兄弟，听我说，这次不一样。哦，长亭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啊？昨晚又通宵打游戏了？我是说真的。来来来，你看这些帖子，你好好看看吧。看到了吗？全国各地一夜之间都出现了楼盘集体消失的情况。你真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应该是巧合吧。你不觉得现在的情况特别像小说里怪兽来袭前的征兆吗？怪兽来袭？不是吧，都要世界末日了，你却还想着看小说？下架了。这本小说的开头便是国内出现了大量烂尾楼消失的离奇事件，而小说的男主角来到学校后，同样是男主角的发小告诉男主世界末日要来了。这一切已经不是单纯的巧合能够解释得通了。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存在吗？小说要成为现实了。哎，长亭，你这是要逃课吗？帮我请个病假。出息了，我最好的兄弟终于出息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帮你请假的。按照小说描写的画面，这些消失的烂尾楼会留下一座地基，这些地基正是异世界怪兽来袭的传送阵。如果小说描述真的成为了现实，那这座地基就是一号传送阵。真的是一号传送阵。小伙子，你也是被无良的房地产骗了吧？别太难过了，你还年轻。按照小说的描述，这是一个叫做深渊的传送阵，直到烂尾也没有解释传送阵究竟是如何诞生的。第一批深渊一共出现999个，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。第一次出现的深渊全部都是一号序列。今夜零点，一种名为渊种的生物将会从深渊中出现。所谓的渊种形态千奇百怪，随着深渊序号的提高，渊种的恐怖程度也随之提高。一到十等级的渊种是人类目前兵器完全可以对抗的程度，但是从十一开始，渊种便会产生惊天动地的变化，寻常的冷兵器与热武器无法对渊种造成任何伤害。唯一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方法只有两种，那便是通过击杀渊种得到来自神秘世界的奖励。这些奖励
包括特殊的战斗兵器，能够令人类变强的异能。只有依靠这些，人类才能与冤种进行战斗。按照小说中的故事情节，第一座深渊出现的一级冤种是一种类似大型犬的生物。这种生物依靠牙齿和利爪进行攻击，但行动迟缓，很容易被击杀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尝试拿到首杀奖励。按照书中的描述，全世界第一个击杀冤种的人会得到一份首杀奖励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份首杀奖励能够大幅度强化肉身，拥有了强悍的肉身，在面对二级深渊的时候会有着巨大的提升，甚至在别人还需要组队攻略二级深渊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独自击杀三级深渊的冤种。虽然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但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只能全力变强。又疯了一个。老板，我要这些。对付一级冤种最好的方式便是长枪类武器，只要将这些钢管拼接，再组装上一把水果刀就可以了。至于这些铁皮，可以包裹在身上保护自己，组成一个简单的铠甲。他居然逃课了，老爸这是在干嘛？刚出门就来电话。闺女，你嘛时候到家呀？老爹有大事要跟你说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在家等我。可以，虽然有些难受，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接下来只需要组装武器就可以了。还有点紧张，希望一切能够顺利。现在是23:40，很好，没有人。还有20分钟，一定要拿到首杀。5 4 3 2 1。零。这就是冤种，一级冤种一般会采用快速扑击的方式，只要在他扑起来的瞬间躲开，就能够直接刺穿他的腰部。冷静，一定要冷静，抓住机会，一击必杀。好快，给我去死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死了？不对，冤种死亡后会掉落冤石，现在的我既没有收到首杀提示，也没有看到冤石，那就是说你这家伙真狡猾。但是可惜啊，你装死是没有用的，会静静地等你死去。恭喜人类编码01，你成功夺取冤种首杀，获得首杀称号奖励孤高之魂。啊，首杀拿到了。是否激活称号孤高之魂？激活。这就结束了，不愧是首杀奖励。接下来就让我试试看，肉身强化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。这么狠，而且毫无痛感，
那接下来就看看这份冤石能为我带来什么样的能力。这是空间系能力。空间系能力能够储存非生命体，目前能力等级一级。猎神之剑等级一，效果一，肉身强化乘二，效果二，流血，对目标造成持续流血，每秒下降目标最大生命力 1%。 肉身强化还有百分比流血，称号带来的肉体强化再加上这把猎神之剑，已经让我的起点比所有人都要高，再加上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事态走向的所有剧本，太极冤种会在3天后降临。长亭，哎呦，我感觉怎么你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你知道吗，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，你看到网上的信息了吗？就在昨晚，好多人都看到了怪物，不仅仅是咱们国家，就连国外都一样，外网上甚至有人贴出了怪兽的图片，可惜没多久就被封掉了，刚好我保留了一张。你看这家伙是国外一个退役特种兵，按照他的说法，这个怪兽是从一个烂尾楼地基里凭空出现的，而且你猜猜他杀掉怪兽以后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他说他得到了一个神秘的奖励，超能力。超能力懂吗？他掌握了雷电。长亭，我认为他没有说谎，这对咱哥俩来说是个天大的机会，虽然已经错过了第一次的机会，但是据我分析，怪兽一定会再次出现的，下一次咱们哥俩联手争取也混个超能力玩玩。好。同学们，关于今天网络上出现的谣言，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，也不要再反复的议论，对你们来说学习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。3天后您就不会这么认为了。长亭，难道你？今天的知识点很重要，是必考题，希望大家认真复习，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找老师。终于下课了，跟我出来，我有事问你。什么情况呀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该怎么和你说呢？从今天起，你我割袍断义，恩断义绝，再见。哎，别闹了。我以为我们是最好的兄弟，原来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哎，本来打算晚点告诉你的，但是你要保证，这件事情你绝对不能告诉第三个人。你放心，我你还不相信吗？看好了。我操！昨晚我已经搞定了一只怪兽，也得到了相应的能力。我的妈呀！哎，原来男生的友谊也很亲密呢。3天后，新的怪物将会出现，出现的地点我已经知道了，到时候我会帮助你干掉他，这样你也能够得到这份能力。长亭，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天机不可泄露。第二座深渊会出现在30公里外的一处废弃工厂内，与第一座深渊不同，第二座深渊会出现2只冤种，一只是猿猴形态，速度极快，会使用利爪作为武器，瞬间切断人类的咽喉，但相对的
这只冤种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，单纯的身体来看，与寻常的小猴子没有太大的区别。至于第二只冤种，则类似于银背大猩猩，虽然速度很慢，但是却有极为强大的防御力以及破坏力。不过现在的我，无论力量还是速度，都远远超过了这两只冤种，只要瞬间击杀第一只，让我将第二只打残，剩下的就交给连城宇来最后一击就可以了。长亭，长亭，怎么了王大妈，急匆匆的？晚上跟大妈回家吃饭。王大妈，是不是我舅舅又来了？你这孩子从小就聪明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你舅舅那个人你也知道，这段时间一直惦记着你家的房子，你势单力薄的，还是不要和他起冲突，能躲就躲一躲吧。王大妈，该来的总会来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挺好的孩子，为什么命这么苦呢？这50块钱就当作是舅舅的一点心意了，你收好，千万别嫌少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，赶紧去收拾东西，滚出我家。拿着一份伪造的遗嘱，为所欲为，你们父子两个还真是恶心到家了。放屁，你说我伪造，你有证据吗？有本事就去起诉，老子这么多年的人脉，就不信你搞得赢。老爷子还在的时候全靠我和我妈照顾，你们父子俩出过一份力吗？老爷子病重在医院，哪一天不是我们母子俩守在床边照顾？为了给老爷子看病，我妈打了4份工，我做了3份兼职。而你们呢，一个烂酒鬼，一个烂赌鬼，不出人不出钱，甚至还要经常来家里偷钱，做人做成你们这样还真是丢人。说这么多有用吗？遗嘱在我们手里，这房子就是我们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么就去起诉啊，要么就乖乖滚蛋。说的冠冕堂皇，你们母子还不是为了这套房子呀？依我看，你妈就是遭了报应才被车撞死，你们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，你就是一个野种，你妈就是一个臭婊子，还跟我在这里高大上起来了，什么狗东西啊。收回你的话。怎么着，说到你的痛处了呀？来呀，废物，怎么着，你还真敢对长辈动手？来来来，今天看老子打不死你。你他妈，我要报警，我要让你坐牢。窝囊废，还真敢动手。哎呦喂，疼死了。爸，这骨气不能就这么认了，你不是认识王所长吗？我要让长亭进去。随着第二波冤种的来袭，整个世界将会真正的走向改变。在此之前，就不要多生事端了。毕竟现在的司法系统并没有重塑，但是3天后，希望老爷子在地下能给你们点好脸色看。还剩下3天时间，好好享受生活吧。这小子放弃抢我们的房子了？妈的，晚了。爸，快给王所长打电话。一个大床房住3天。小伙子来出差，要不要点个按摩呀？我这里的姑娘可都是一等一的。不用不用，感觉不对劲儿，要不要换一家？但是这里是距离第二座深渊最近的宾馆了。你这小孩别害羞呀，交给大妈了，今天晚上帮你舒服。真不要啊。2楼208，先别着急拒绝，没准儿等会儿你就迫不及待了。啊，这该死的小旅馆。无欲无求，无欲无求，再熬2天就行了。大小姐，这是距离目标最近的酒店，还请您忍耐一下。烦死了。白姨，这件事
你究竟怎么看？根据声音和语气判断，应该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对面男人的呼吸告诉我，不超过十秒钟就会结。阿姨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说的是那个废弃工厂的事情。那你不说清楚？根据家主收集到的情报来看，我们的世界已经出现了惊人的变化，而能否在变化后的世界存活下去，最关键的就是击杀那些来历不明的怪兽。所以小秋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帮助你成功击杀，让你得到未来能够立足的能力。嗯，结束，时间刚好。啊，白姨，长亭，会有危险吗？放心，二级冤种还不足以对我产生威胁，你只需要保护好自己即可。长亭，要真出了危险，你就把怪兽引开，让我先跑。你放心，不会。你真是我的好兄弟呀。那可不。还剩下30分钟。长亭，你说如果还有别的人前来击杀冤种，那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不会的。据小说内容，这一次的二级冤种经过了漫长的一夜都没有被斩杀。随后冤种冲入城区，彻底让世人见识到了这世界的变化。长亭，怎么那不是木秋吗？这不可能，内容明明不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真愚蠢。二级冤种并不是没有人发现，而是前来斩杀二级冤种的人被杀了，又或者是失败而归。我之前就听说木秋家里似乎有些不得了的势力，你看到旁边那个女人了吗？感觉就像是特种兵。哎，你说木秋会不会也得到了能力？或者得到能力的是那个冷艳少妇？无论如何，二级冤种我都不会拱手让人。白姨，怪兽就是会从这个数字里出来吗？根据情报，只要到了零点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类似魔法阵的东西，随后怪物会从魔法阵出现，怪物的肉身强度会比较高，这时我们严格计算后做出的炸弹应该足以将其重创，而不是直接杀死怪物。等到怪物重伤，就由你来完成最后一击。长亭，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吗？你还有更好的选择吗？没有。使用炸弹作为武器吗？看来无论是木秋还是这个女人都没有得到能力。可惜的是，这样的小型炸弹或许可以重创第一只冤种，但是对第二只冤种根本无法造成致命伤害，反而会使其狂暴。不过这样也好，重创第一只冤种后，我只需要专心对付第二头傻猩猩就好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就是现在。受伤了，小秋，快走！痛啊！小秋，赶紧走，二级冤种不是你们能应对的。你，长亭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不需要和你解释，立刻离开这里。
师辈的身体强化，竟然都只能和他五五开吗？该结束了。恭喜人类编码零一，你成功击杀了二级冤种。你怎么还不下来？等什么呢？ 我怎么下来呀、啊？切，你好没用啊！太欺负人了！去吧，干掉他！请等一下。你们怎么还没走？长亭，刚才谢谢你。长亭同学，很感激你刚才救了小秋，我。想都不要想，这只冤种我是不会让出来的。我会开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条件。长亭，要不要？别磨磨蹭蹭的，这是我答应你的，快动手。好。恭喜人类编号 1666， 你成功击杀了二级冤种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别大惊小怪。白姨，我们走吧。长亭同学，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聊聊。看样子你所掌握的情报甚至超过了我们。但是你放心，这是属于你的秘密，我们不过多问。所以我想委托你帮助我们猎杀下一次出现的怪物。至于报酬，你可以随便开。我相信在这座城市还没有穆家做不到的事情。我需要考虑一下，但是现在你们该离开了。好，如果你想通了，随时可以联系小秋。和我一样将这枚石头吃掉。孤高之火一肉身强力，获得十倍人体最大力量增幅，十倍坚硬度。效果二：神经反应能力强化，获得两倍人体极限反应能力，能力提升10%。啊，提升了10%嘛，还不错。别发呆了，你的能力是什么？我的能力是鹰眼。最大视力范围提升2000米，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居然是鹰眼，你小子捡到宝了。是这样吗？手枪归你了。火之前袭等级一，效果有效射程500米，造成基础肉身强度10%伤害，附带点燃目标，降低目标10%移动能力。火元素弹5枚，子弹补充时间10秒每颗。属性还不错。你的武器能力是什么？是精准，视力范围内100%命中，第五枪附带最大生命的10%伤害。厉害啊长亭，这一切多亏了你啊。从明天开始世界就要大变了，接下来就是属于咱哥俩的时代。家主抱歉，是我的疏忽，没有帮助大小姐得到特殊的能力。是母秋的同学，叫做长亭。您放心，一天内我会调查清楚他所有的背景。长亭。娘，我们今晚确定就住在这里吗？我已经住了2天了，忍忍吧，习惯就好。我身上就还有500多块，你还有钱吗？还剩下不少，不过很快现在的货币体系将会彻底被推翻。打住，小心得病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果然内心肮脏的人想
什么都是肮脏的。你们的外卖我放门口了。吃饭吧，吃完抓紧睡觉，8小时后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。嗯？极品啊。今天早上8点，全世界的太阳将会在同一时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轮绿色的太阳，书中称其为绿曜日。随着绿曜日的出现，整个世界被笼罩在一片绿色之中，一道神秘的声音会传入所有人的耳中，告诉大家地球已经成了冤种的游乐园。各国政府纷纷开启紧急会议。也正是随着绿曜日的出现，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，而在第三座、第四座深渊出现后，越来越多的能力者诞生。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世界彻底改变。全球五大国家联合起来，成立了特殊应对小组，并且开始了最早起的能者培训基地。全球的科学家也纷纷放下国籍成见，一同研发能够对抗冤种的新型武器。只可惜并没有，人类的武器面对冤种根本起不到任何的用处。春平，你说咱们这里有多少能力者？应该不算多吧，你在里边应该是最强的吧。我呢，我能排多少？目前全球不超过200名能力者，单论能力你最差也能排到前30吧。啊，长亭，前30？那我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，呼风唤雨了？哎，喂，怎么了？我出去一下。长亭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你的确是重生者。可恶，为什么这个重生者不是我？好像是个外来户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接客，模样身段都是极品，完全可以去更好的地方，真是搞不懂。果然是他。哟，小子，你认识他？姐，他房间号多少？客人的信息不能随便说。502。谢了大姐，算我欠您一个人情，以后若是活不下去了，想办法联系我。你小子诅咒谁呢？按照书中的内容，这个世界上一共有12位最顶级的能力者，他们每一个都有独自毁灭一座城市的能力，也被称之为12天星。12天星的能力全都是按照星座命名的，而其中有一位女性的能力是天蝎毁灭者，所以他以自称天蝎，在12人里面也能排得上前五。就算是书中都没有明确的写过这位女子的名字叫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和过去。但是她的后背有一片荆棘玫瑰。由于天蝎对男人极其残忍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羞辱折磨男性，并且圈养男性后宫，所以不少人猜测天蝎的过去可能是特殊职业。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曾经生活的不满和报复。荆棘玫瑰，特殊职业，至少有50%的概率他就是天蝎。可就算他是天蝎，我要说什么呢？他的心中对男人一定是充满仇恨的，我能与其交好吗？哟，这不是刚才的小弟弟吗？你好。你跟踪我？没有，我3000一次不讲价哦。你误会了，再见。这小子不对劲，看来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搞不定啊。罢了，接下来就静静地等待8点的来临。长亭，就不能让我再多睡一会儿吗？
还有一分钟，开始吧。 哎，是我最近太累了吗？太阳怎么变成绿色了？我也看到了绿色的太阳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们是拍恶搞节目的吧？别吓我！啊，困死我了！本来可以美美的睡到中午呢，都怪那个来历不明的小子。哇！ 前面就是新的酒店，我要美美的睡一觉。不过，这个真美。愚昧也是一天的地球人类走上好。想必你们已经收到了我送来的礼物，你们中的不少人也已经拥有了远远凌驾于地球人之上的能力。所以，今天开始就是正式成立。游戏的名称为《冤种之战》。 之前降临在地球上的是一种名为深渊的魔法阵，而魔法阵之中所出现的怪物名为冤种。击杀冤种将会得到超越人类的能力。深渊会随时出现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。深渊的编号从1到99，每一次都将会出现999座。 而每一座深渊之中会随机出现1到99冤种，正义的规则就是击退全部的深渊冤种，则为人类的胜利。说的够多了，玩游戏如果掌握了太多的信息，那可就没意思了。那么，各位人类玩的开心。 长亭，人类最终获得了胜利，对吗？做好心理准备，这一次一定会的。这一次，诸位，根据全球各大国家一致调查结果显示，本次事件已基本属实，地球。 即将沦为神秘生物的游乐场，我就不信这些所谓的怪物能扛得住无穷无尽的热武器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种碳基生物能够在火力覆盖之下存活。我建议立刻对全国进行军事介入。在这些所谓的深渊出现的第一瞬间，由我们官方出手将其歼灭，尽量避免牵扯到无辜的百姓。不妥，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情报，第二次的深渊之中。 已经出现了可以抵御小型热武器的冤种，按照这样的节奏，下一次出现的冤种，或许能够抵御大型热武器，也说不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成立异能小队，将获得所谓特殊能力的人全部集中起来，成为正规军，对抗冤种。我认为文峰说的没错，这些能力者既是我们包围地球的力量，但也是一种不可控的因素。只有将其凝聚起来。 才能更好的管理。这件事就交给文峰来办。万里，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国家一定会在短时间出现大量的变故，国内的维稳就交给你了。是，长亭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？很快，全世界就会对此做出应对，一个专门对抗冤种的组织会随之出现。啊，我们要加入官方吗？不。
我们不加入官方组织，而是选择成为与其合作的佣兵。根据小说中的路线，书中的主角正是因为前期加入了官方，从而行动受限，错过了很多的资源与机遇。而我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。加入官方固然有很多好处，但是我们的行动也会受到限制。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，只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大坏人。我们兄弟两个可是要当拯救世界的英雄。放心吧，没给天理，老子刚拿到房子，好日子才要来。该死的，这个时候出现怪兽，诚心不让老子好过。本来可以早点享受的，都怪长平那个小杂种，他真该死。儿子，事到如今也没辙了，咱爷俩就抓紧时间好好过日子吧。小崽子酒量下降了，这就你舅舅，轮到你了。长平，你这是在犯罪，你杀人，你杀人了。我知道，我可是你亲舅舅，你不能再这样错下去了。我们可是血浓于水的亲人。亲人？我妈活着的时候，你们百般欺辱我们母子，我妈重伤住院，你们非但一分钱不出，还在病房内诅咒她早点去死。我妈去世后，你们还想办法要将她和老爷子留给我唯一的房子据为己有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亲人。如果不是为了不辜负我妈，我要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以为你们父子两个真的能活到现在吗？别杀我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知错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原谅你是我妈和老爷子的事儿，而我是负责送你们去见他们。我知道是谁撞死了你妈。我知道是谁撞死了你妈。是谁？就是王所长的侄子。那天他喝多了，才不小心撞到了你妈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就说为什么过去了这么多年，都始终找不到肇事者的一丁点线索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狗日的小杂种，老子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场面罢了，以后你总会习惯的。是啊。来吧，帮我整理一些行李，准备出发了。半个月的时间足够让你彻底掌握鹰眼的能力。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就绪。出发。想不到长亭居然同意了我们的请求。这一次一定会帮助你成功猎杀冤种，得到能力。不过长亭还真是神秘呢，想不到原来我的同学居然隐藏得这么深，真不知道他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样的。我动用了全部的关系，也没有查到长亭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但能够知道的是，他的背景绝对不简单。前面就是长亭说的那座废弃工厂了，只不过那个人……是谁啊？哟，你们来了。你是连城宇？才几天不见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？据情报来看，拥有能力的人
无论是外形还是样貌，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微妙的变化。但是你这个，确实变化有点太大了。别臭美了，上车，出发。怎么还装上高手了？长亭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第三座深渊会在今天凌晨出现在隔壁的 A 市，具体出现的位置是 A 市的废弃双子塔地下车库。目标锁定，出发。果然有深渊的标志。周围的排查都做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全部排查过了，这里没有任何人活动过的痕迹。那就好，还有半个小时三级渊种就会出现，到时候你们保护好自己，剩下的就交给我。喂，难道不是交给我们吗？啊，你可千万不要掉链子啊。来了，好像很大的样子。别紧张。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吗？这次的冤种是一种史莱姆生物，它的攻击手段分别有两种，分别是从口中吐出具有腐蚀性的酸液，以及利用触手无差别攻击。我会在第一时间将他所有的触手全部打断，而你则是给他致命一击，没错吧？你，好恶心的家伙！这家伙，黏糊糊的，速战速决吧。给我剁！哎，剁！你们可以过来了，交给你了。嗯。躲开。这里还有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被你们捡回了一条命呢。这怪物是属于我的。这就是你说的空无一人？看来你们的情报能力并不能令人信赖。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误。喂喂喂，事到如今可不是互相推脱责任的时候，快滚。根据书中的内容，位于 A 市的第三座深渊并不会被人盯上，直到第四座深渊出现，才有一位能力者在这里意外发现了这只冤种，并将其击杀。小子还不走？是因为蝴蝶效应吗？唉，小子你在叹什么气？没什么，只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我已经提前预料到了。能够控制铁球应该是操纵系的能力，可肉体居然也这么强。这个世界还真是不得了，两个小娃娃都变得这么厉害了。第五枪没用。大叔，水平不够就不要学人家吹牛。你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，放弃抵抗，我不会杀你的。程云，
子，你的能力应该是提升力量。光有力量可是不够的。不准动！小姑娘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早就说让你们快点滚，为什么不肯听前辈的话呢？也不知道现在去医院治疗伤口还需不需要花钱。喂喂，等等，一点事儿都没有吗？程云，程云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赢了，嗯，还能动，看来是没短。这段时间的特训果然是有效果的。抓紧时间击杀冤种，然后离开这里。将这名冤石吃掉，剩下的疑问回头再说。现在先离开。这就是我的能力吗？别愣着了，走。好。这小子怎么回事？力气这么大。喂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发生了什么意外？别提了，老马失蹄，被两个小娃娃揍了一顿，脸都被人家打成猪头了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这就回来。真是晦气，太晦气了。大叔，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子了？ A 是还有能够把你打成这样的能力者。队长，你先擦擦嘴吧，别提了，那两个小屁孩都不简单，其中一个玩枪的，上来就打断了我一条手臂，另一个就更吓人了，就用了一拳直接把我打晕了。能够一拳打晕你，得到的恐怕也是力量系的能力，若是能够将他们拉拢过来，或许是个不错的战力。要去你们去，我可不想再被那两个小子打一顿。玫瑰，这件事交给你了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叫我天蝎。好端端的一个美人，非要叫什么蝎子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想。哼，小心我杀了你。能的话试试看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就不能消停点吗？再吵就把你们都宰了。讨厌，队长只会吓唬人，我们不吵就是了，一切听你安排。真是个恶鬼队长。玫瑰，我只给你三天时间，如果对方不愿意加入，那么就都干掉吧。是。只是有一些轻微的骨裂，休息一段时间很快就会痊愈了。麻烦你了，张医生。放心吧，白队长没有伤到内脏。至于这位小兄弟，只是肌肉损伤，骨骼完全没事。那是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哎呦，痛痛痛痛痛！哦，痛！这人谁的朋友？反正我不熟。小姐，那我先离开了，有事情再喊我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长平。这次是我们办事不力。不用在意，不说这些了。你的能力是什么？我给你们看看。看你的表情，应该是不错的能力了。哇、哦，控火的能力！不是控火，是元素掌控。太酷了！是吧是吧。按照书中所描述，元素系能力分为单元素、多元素以及全元素。单元素自然是只能使用一种元素力量，多元素则可以使用二到三种。至于全元素，书中曾经描述过一位全元素的能力者。这位能力者虽然很早就死去了，但其战斗力
绝不弱于那最强的十二人。长平，我似乎得到了很强大的力量，水火元素可以用来打击，木元素则是治疗，土元素可以防御，而金元素可以强化武器。木秋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能力吗？并不能，别丢人现眼了。长平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我这里有一条内幕消息哦。说说看。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成立专门的特殊小组，用来对抗冤种，目前已经开始小范围招募第一批的能力者。我已经准备加入小组，希望你们也可以一起加入进来，对抗冤种，守护我们的地球。抱歉，我暂时没有加入官方的想法。已经开始了，国家的速度果然很快。长平，加入官方并没有什么坏处，虽然你很强，但是接下来的冤种会一批一批的出现，仅靠个人的力量，无论是危险还是后勤都很难以保障。如果加入官方，不仅有战斗队友的帮助，还有这非常完美的后勤体系。但是会失去自由行动的机会。不用再说了，我是不会加入官方的。不过你可以放心，就算不加入官方，我也会一同对抗冤种，保卫我自己的国家。好吧，真是可惜。长亭，如果你以后改变了想法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还有，如果有什么需求，也可以随时和我说。我还真有一些需求，我需要一笔钱。要多少？我穆家或许别的没有，但是钱，管够。一个亿可以吗？啊，哈哈，哈哈哈哈。是不是太多了？那五千万也行。长亭，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有阴谋啊？你想多了，绝对没有。行吧，我相信你，一个亿没有问题。你把卡号发给我，我来安排。真给啊？不然呢？不愧是穆大小姐，豪气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久别再见。急吗？程宇，你的伤还没养好呢。没事，这点小伤死不掉。喂喂喂，你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的意见？长平需要这么一大笔钱，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没天理，难道是没人权呢？他想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势力？长平，你不是说很快现在的货币体系就会失效吗？要这么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不是还没有失效吗？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佣兵组织，没有钱怎么行？那以后你就是队长，我是副队长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当然是先买一处基地了。你二舅不是做房地产生意的吗？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要求有两个，第一，位置要偏僻隐蔽，最好是在山里，而且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。第二点一定要保密，必要时可以威胁一下你二舅。你好像个大恶人。哎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不过可能需要一点时间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？距离下一座深渊出现还有一段时间，当然是继续特训了。为了应对这场冤种之战，就联合成立对冤种特种部门，齐心协力保卫地球。昨日我国已完成特种部门基础搭建，现于 A、B、C、D、E、A 六座城区开启，具体位置如下。长平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热闹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基地怎么样了？还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你需要的改建。长平，下一座深渊什么时候出现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我们要不要去看看热闹？没有必要。我们的基地怎么样了？还需要半个月才能完成你需要的改建。长亭，下一座深渊什么时候出现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还有三天，说起来也是时候准备出发了。终于找到你们了。知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，我被队长整整骂了七天。要不是，可就算他是天蝎，我要说什么呢？他的心中对男人一定是充满仇恨的，
我能与其交好吗？嗯，呀，哎，是你，小弟弟，原来你也得到了能力啊。嗯，绿的太阳，医生可没说癌症患者会出现色盲的情况。不过这可真美。哎，长亭，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一个大美女？她果然就是天仙，只是她为什么会找上门来？吃饭吧，吃完抓紧睡觉，八小时后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。嗯，啊，有水吗？渴死我了。哎，有有有。嗯，这个小弟弟也挺帅的嘛，有女朋友了吗？你觉得姐姐怎么样？你来做什么？那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叫天蝎，来自十二星团雇佣兵，之前被你们揍了一顿的大猩猩就是我们的队员。你是来复仇的？你这小孩警惕心不要这么重，姐姐没有敌意，只是想问问你们要不要加入我们十二星团。嘘，先别说话，我们队长说过了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只能将你们杀掉了。所以，我希望你们能考虑清楚。你就只有一个人，可是我们有两个。你老女人，你玩阴的。成宇，刚才还叫人家大美女，现在叫老女人，真是善变的小孩。现在你可以回答了。老毒妇，终于找到你了。糟了，他们是谁？是毒刺小队，与我们有一些矛盾。该死，一路上我明明很谨慎，为什么会被跟踪？老毒妇，终于让我逮到你了。老子今天就要打断你的四肢，然后丢进山里，亲眼看着你被狼一口口啃得干干净净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把他给阉了。不愧是个婊子，现在都同时伺候两个男人了。不，说你是贱人都是抬举你，你就是一条下贱的摸狗。李秃子，你找死。哼，找死，今天死的只有你。天蝎，我已经完全摸清了你的手段，自然是做好了十足的准备。是吗？我已经解除了你们身上的毒素，不会拖住他们，你们先走，此事与你们无关。老二，嘿嘿，老二的能力是进化，专门克制你的毒素。切，糟了！上，弄死他！有枪，不准动，不然下一发子弹将会贯穿你们的头颅。天蝎姐姐，今天你可是欠了我们一个天大的人情呢。老大，先撤吧，这两个小子恐怕也是能力者，我们胜算不大。走。不能放过他们，杀！你们两个笨蛋。怎么，还要我们帮你杀人不成？都怪我，今日过后你们也算是得罪了他们，
这群人睚眦必报，看样子你们两个只能加入我们十二星团才能保命了。其实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，你要听听看吗？你不会是想让姐姐我加入你们吧？对，加入我们。你认真的？嗯。真是有意思的小孩，不过呢，姐姐可不会随便加入你们。你没受伤？姐姐我的能力可不仅仅是用毒呢。你又算计我们？怎么能叫算计呢？漂亮的女人天生就是会骗人的，这是本性哦。这次算姐姐欠你们一个人情，拜拜哟。唉，人心险恶，亏大了，不仅被十二星团盯上，还得罪了另一个势力。走吧，这里已经暴露，继续待下去没有任何意义。距离下一座深渊的出现还有五天对吧？五天后第四座深渊会出现在 F 市，看样子要提前过去了，就当作是大战之前的放松吧。哎，你看那边，我们要不要去看一眼？去嘛去嘛，来都来了，走吧，去看看也好，正好也去看看有没有书中曾经描述过的强者会出现在这里，若是有的话也可以尝试拉拢一番。二位好，请问是来报名的吗？只有得到能力的人才能报名吗？当然不是，并不是拥有特殊的能力才能加入，只要你拥有一定的特长都可以参与考核。哦，对了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齐纪元，第六区的负责人。齐纪元？你看起来很吃惊。啊，你的名字和我一个朋友重名了，所以我有些惊讶。在书中几乎所有的强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有着极为强大的能力，但也有少数人并没有能力却依旧能够叱咤风云。其中最令人恐惧的就是一名叫做齐纪元的男人。书中对齐纪元的描述并不多，只能通过资料设定获取一些信息。齐纪元原本属于官方，后因所在的城市被冤种摧毁，心灰意冷后组建了自己的佣兵团。在前期没有人知道齐纪元的能力究竟是什么，大家只知道这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男人，多次带领自己的兵团以弱胜强。最为震撼的一次是同时击溃了三只61级的冤种。要知道在当时，就算最强的12位能力者无法单独击败50级以上的冤种。如此，齐纪元与12位能力者中最强的一人曾发生过冲突，以齐纪元大胜落下帷幕。从那以后，所有人都认为齐纪元的能力凌驾于所有人之上，甚至一度被封为无冕王。直到小说的中后期，齐纪元被数百个小型兵团围攻，最终齐纪元的兵团全军覆灭。而齐纪元也在临死前告诉了自己的队友，自己仅仅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普通人，若是他能够加入我们。可以介绍一下这里吗？虽然我们没有能力，但是也想为保护家园出一份力。当然可以，这样吧，二位请跟我来我的办公室，我会为二位详细的介绍。这里的防范很严密，除了内部有大量的武装人员，外面还有不少人隐藏在暗中。他们的防范的确很强，但我刚才已经用能力检测过，这里只有三位能力者，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乔斯，是否锁定？已经锁定，豹子，随时可以发动袭击。倒计时五分钟，
任务执行时间15分。收到。二位尝尝看。这是我最喜欢的茶叶。谢谢。但是我们不喜欢喝茶。看来二位的警惕心很强。那么我们也不要绕弯子了。你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啊，你们应该是能力者吧，而且来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报名。而你毋庸置疑，你知道我是谁。啊，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你真的只是和我个朋友重名了。我从小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或者说是直觉。我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表情、情绪、动作、走路的姿势，甚至是味道，察觉到一些普通人看不穿的东西。你不仅认识我，甚至很了解我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并不认识你。所以我想知道，你究竟是谁？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就是奇迹缘吗？好强的压迫感。我知道，在这种关键时刻你拘谨一些没有错，但是请相信我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人。我就知道，很多事情通过询问并不能得到结论。既然如此，只能将你们转移给专门负责审讯的部门了。你这是想困住我们？这是专门针对能力者设计的装置，就算能够击败三级冤种的能力者都无法。哼，确实挺硬的，不过对我来说还差了点。我承认我的确是能力者，但还是希望你相信我，我们绝对没有恶意。看样子他的能力应该是肉身强化，但是能够打破三级牢笼，他的能力应该属于四级五级。现在我也只能选择相信你们，毕竟如果你们想要对我做出什么，现在的我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。我长得那么像坏人吗？我不是单纯的肉身强化，是可以抵御元素攻击的类型，身体会被烧伤，看来并不能免疫元素攻击。本部遭受重火力袭击，本部遭受重火力袭击，请各部门做好应对准备，请各部门做好应对准备。相信我，这一切与我无关，我会帮助你们，但是我需要你相信我。你的眼神证明了你从未说谎，我选择相信你。对方有重火力武器，跟我去一楼大厅。啊，不是吧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做出应对，看来是我小瞧了你们，只可惜没有什么用。锁定破坏 GO。 Boss 压制成功，行动。竟然有人敢袭击我们总部，一分钟够了吗？头儿，你有点小看我了，给我十秒。十九。头儿，你还真是严谨。你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是恐怖行为，放弃抵抗，否则。五。啊！消失了。十秒，刚刚好。射击。
物。哦，多么美丽的画面。谢谢。分头行动，还有14分，抓紧找到核心资料。小心。嘿。Boss, 情报有误，有新的能力者，对方似乎与我的能力相同。我想和他玩玩。别耽误太久。收到。爆破弹模式结束。强袭狙击弹上膛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必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吧。请容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约翰·韦斯德，隶属于玫瑰舞曲佣兵团。玫瑰舞曲佣兵团？在小说里没有描述过关于梅武佣兵团的资料，看样子并不是什么未来知名的佣兵团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很抱歉，作为职业的佣兵团，我无法出卖雇主的信息。想知道的话就去地狱询问撒旦吧。小心，对面有狙击手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居然有完全相同的能力，再给我更多的惊喜吧。那就让我看看，这一发子弹你能否接得下。这一发子弹与之前对碰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也是第一枪。小子，看样子你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啊。Boss,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吧，我还有杀手锏呢。长亭，对方有一个很强的狙击手，怎么办？对方是训练有素的佣兵，在未知的地方还有强势的狙击手压制，而我方战力非常薄弱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毫无胜算。既然如此，跑。聪明的做法。 Boss 已经成功锁定目标，申请追击。任务优先，申请驳回。啊，可惜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同样的能力者。哎，这里应该是安全的。很抱歉，在这种形势下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你的选择很对，只是你也有些小看了国家的特殊机构啊。通知对能力者特种小队立刻行动。啊，走吧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对能力者特种小队吗？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能力为什么会失效？你们究竟是什么怪物？怪物？该被称为怪物的是你们才对。队长，没能锁定对方狙击手，那家伙狡猾得很。不过是一只被吓破胆子的老鼠，跑了就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我才是被上帝选中的人，明明我才是那个有才能的天才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老齐，刚才跑得挺快啊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家伙是黑豹，在对能力者特种小队的职位是第6区的总队长。
原来他就是黑豹。袭击元佣兵团最顶峰，与袭击元并肩战斗到最后的传奇男子。来一根。不了不了。小子，你认识我没错吧？第一次见。袭击元身边的人都是什么怪物？看样子以后对表情管理这一块还需要加强才行。得了，我还有事处理，你们聊着。对了，老齐，这俩小子我喜欢，记得分到我的部门。黑豹的确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战士，你们二人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啊，如果国家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会尽全力帮助，但是我还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很抱歉。好吧，如果有一天你们改变了想法，随时可以来这里找我，第六区的大门始终为你们打开。唉，又要开始收拾烂摊子了，我就不陪你们了，请便。有缘再见。对了，下一座深渊是四天后没错吧？不是，是你。五天后希望还能见到你们。袭击员真是个怪物啊。长亭，你说他会不会也和你一样？和我一样吗？是啊，我并不能证明这世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特殊的存在。如果先知先觉者并非我一人呢？不想了，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。奇迹园肯定盯上了下一座深渊，我们呢该怎么做？下一座深渊绝对是我们的。是啊，如果并非最独特的存在，那么我只有不断变强，强大到足以对抗一切的程度。长亭，好像没希望了。难受想哭啊。好弟弟，开门了，是姐姐哟。这个声音。没错，是她。这女人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长亭，要怎么做？你们两个小家伙，姐姐的耐心要用完了。臭小子们，好久不见呐。闪开。你这死女人。哎呀，别担心。姐姐今天来呢，只想要和你们谈一笔交易。交易。你们好，天师和这头大猩猩想必你们都认识了。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叫蜜獾。是十二星团的队长。蜜獾？队长，我早说让你换一个代号，看看被一个毛头小子笑话了吧。我觉得挺好啊。蜜獾，小说中并没有提过这个名字，并不是能够搅动一方风云的大人物。那接下来说正事，今天零点新的深渊将会出现，想必你们都知道了，但是深渊出现的位置已经被严格控制起来，你们将据点选在这里，想必对目前的情况也十分清楚。所以你是想委托我们帮助你夺取下一座的渊种？完全正确。我拒绝。你还没有听到我给出的条件。没有这个必要，想必你们也清楚，
下一座深渊已经被完全控制起来，无论是人数还是战力，就靠我们五个人都没有任何的机会。更何况就算我们得手了，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？是整个第六区的敌对，甚至是追杀。不，或许不仅仅是第六区，我们将成为国家的敌人。如此大的代价，我不清楚你究竟能够拿出怎样的条件才能说服我。小子，你的确有些超出我的意料，不愧是天蝎看中的人，你分析得很对，以对抗国家为代价，的确需要一个十分惊人的条件。所以，臭小子，不知道这个够不够？啊，长亭，这不是渊石吗？这两枚渊石，左手边的这枚是身体强化的类型，与我们的能力相排斥，无法吸收。至于这第二枚，它的主人已经与你们接触过了。是那名狙击手？谁？回答正确。虽然干掉他也花费了一番功夫，但是最终的结果也算是令人满意的。这两枚渊石与你们的契合度可以说是百分之百。那现在可以考虑我们之间的交易了吗？长亭，这两枚渊石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能力者被击杀后得到的力量会重新变回原石？嗯，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，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力者会返还原石。长亭，机遇和风险都是并存的，我们要不要？你是嫌自己活得不够久吗？小心有命看，没命用。很抱歉，我还是选择拒绝。哎呀，你这小子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得变通啊。两枚渊石摆在这里，你居然还不心动？喂喂喂，你们不是吧？这样都不同意？既然你们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。这枚狙击手的渊石就送给你了，当个见面礼。喂，队长，你……我闭嘴。希望以后可以有别的合作机会。队长啊队长，有时候我真的想不懂，这可是一枚渊石，你就这样给出去了？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？嗯？又或者说他们两个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是朋友、战友，还是与我们一样，是队长与队员的关系？队长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有天蝎一半的脑子，我甚至愿意用一天不喝酒作为代价来交换。走吧，很快你就会懂了。死女人，队长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哼，一个两个的。有话就不能直说吗？长亭，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原石这样稀有的东西居然会直接给我们。就算是阴谋，我们也要毫不犹豫地接受。对你而言，得到一枚同样属性的原石可是非常困难的，抓紧时间吸收了吧。长亭，我们赚大了！原本我的鹰眼能力只有2000米的视线，现在已经提升到3000米，而且出现了一个新的能力。进化后的鹰眼会拥有一次锁定的能力，目标只要在500米的范围内，无论躲在哪里，我都能清楚地看到，按照技能描述，甚至不会受到任何掩体的阻挡。再配合我的武器，视力范围内百分百必中。长亭，我无敌了。好强大的第二能力。早知道
就应该接受他们的委托。如果你也得到一枚同样的原石，说不定能够进化出更厉害的技能。我的孤高之魂可以吸收所有类型的原石。哼，还是先不告诉你了，免得打击到你。十二星团应该不会放弃这座深渊，对吧？我们要提醒奇迹猿吗？你觉得奇迹猿那样的怪物需要我们来提醒吗？也对，面对那样的怪物，十二星团恐怕讨不到任何的好处。第五座深渊出现的时间会很长，似乎是有意让人类适应与习惯能力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所以当第五座深渊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将其夺取，否则的话我们只会越来越弱小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招募自己的队员呢？现在想要招募奇迹猿似乎不太可能。至于天蝎，算了算了，木秋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但是木秋的背景太强，而且依附于国家恐怕也不太现实。小说中还有谁可以快速招募呢？想想，仔细想想。我怎么把那个家伙忘了？查宁啊，你有病啊。是啊，我有病，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。这个人在书中几乎是只提过一次，存在感十分薄弱，甚至连名字都没有，但是他的能力却非常强大，强大到后续继承他能力的家伙成为了十二星团中的一员。继承他能力的人曾经说过，自己是在第六区，也就是曾经的 F 市得到的能力，而且不止一次地怀念过 F 市的一家名为希望的残障儿童救济中心。若是能够找到他并且让他加入，绝对会是我们的一大战力。只不过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得到这样的力量。不管了，先去看看再说。好，我们去个地方。长亭，我们来这里要做什么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愿没有白来。追我啊，笨蛋。你们好，请问二位来这里是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听说这里有一家福利机构一直在照顾儿童，正好我也想进行一些投资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好好好，欢迎参观，欢迎参观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朱飞，是这家福利机构的院长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来来来，我们进去说。朱飞，一个月的时间到了，该还钱了。啊？这，很抱歉，我先处理一下这件事情。张老板，您再宽限我几天，我的福利机构一定能拿到投资。一个月前你也是这么说的。您就相信我一次。放你娘的狗屁。除非今天连本带利150万，要么拿钱，要么拿你这院子抵债。您最后相信我一次。真的，我真的。哎，得了，你这破院子守着这么好的地段，青山绿水，拿来做一个小型的度假酒店多好。你也别说了，从今天起这院子就是我的了。去把这院子里那些小残疾全都赶出去。张老板，你未免太过分了。怎么办？要帮忙吗？再看看。还不快去。是。我说过我一定会还钱的。张老板，你真的别太过分。老子一开始就没指望你能还钱。今天这地我拿定了。还有那些残疾，妈的，早就看着不爽了，一个个奇形怪状，晦气，影响老子的风水。
张老板，你别逼我！哟，逼你！老子今天就逼你了，怎么着啊？老板，老板你怎么了？老板犯病了，快快送老板去医院。程平，他也是。抱歉，让二位见笑了，先喝口水。你得到能力多久了？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淑芬，这个世界已经变了，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我们的世界已经沦为了冤种的游乐园，很快世界的格局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现有的法律、世界规则都会随之改变。你掌握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能力，或许你认为凭借这股力量能够守住你的福利院，能够保护这些孩子们，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，这不可能。你不用怀疑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，随着能力者越来越多，冤种的不断增强，仅凭你根本无法保护这些孩子，无法保护你的福利院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来这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好，正式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长亭，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宇。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你加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的一员。你们是国家机构的人？不，我们不属于任何官方机构，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小型的佣兵团。佣兵团吗？那加入你们是不是意味着会经常面临生命的危险，甚至会牵连到外面的孩子？是的。那不行，我不可能加入我们。虽然会面临更多的危险，但相应的也会得到更多的庇护以及资源。朱飞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法律被彻底颠覆的那一刻，当能力者泛滥成灾的那一刻，你会面临什么？就比如你刚才面对的张老板，现在你可以凭借你的能力轻而易举地搞定他，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？你拥有能力，张老板就不能够寻找有能力的人前来与你对抗吗？这如果你真的想保护这些孩子，加入我，我会答应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会保护好他们。你让我想一想，想一想。不急，你仔细考虑一下，再给我答复。口才不错，不过长亭，朱飞的能力究竟是什么啊？他的能力可以说是最恐怖的几种能力之一，名为梦魇。梦魇？嗯，梦魇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能力，可以通过直视对方的眼睛，从而将对方拖进自己创造的梦境之中。随着能力者不断的变强，梦境的构筑也会随之变强，而在梦境中受到的任何伤害都会直接反映在原本的身体上，所以没事千万别惹他。我的妈，这能力岂不是无敌了？梦魇可以算是最强的几种能力之一，不过也有着一个巨大的缺陷，梦魇的使用者必须与对方产生直接的目光接触，才能够触发梦魇的能力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对方的精神力超过了使用者，甚至会引起反噬。这么说，这个能力固然强大，但也存在着极高的风险，一旦使用不善，反而会自食恶果。喂，二叔，什么事？这么快？太好了，我们的秘密基地完成了。比预计的还要快。我加入你们。看来
你已经做出了决定。你们说的没错，世界变了，仅靠我一个根本没有办法保护好孩子们，我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。我对你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，现在正式欢迎你加入我们。那个，我们的佣兵团叫什么名字？是啊，闯平，你还没起名字呢。叫什么了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，就叫做先觉佣兵团。院长，齐家会有玩具吗？院长，院长，我饿了。再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了。到了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基地。好漂亮啊。哎，慢点慢点。二叔。那个来了呀。二叔，你干得太棒了。不过切记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队长大人也不是什么好人。二叔，你怎么出了一身汗？岁数大了要记得保养。你都虚成什么样子了？全部停下。长亭怎么了？长亭怎么了？还不说吗？二叔，你我也是被逼的，不关我事，不关我事。果然和我猜的没错，你要那么多钱是要成立自己的佣兵团，基地位置选的不错，打探这个位置可费了我不少功夫呢。木秋，下次可别这样了，人吓人吓死人的。你都准备成立自己的佣兵团了，还会被别人吓到吗？木秋，我刚才差点就给你一枪了。他是你们的新成员吗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飞，这位是木秋。不错嘛，现在我们佣兵团已经有四位成员了。还愣着干嘛？我们进去说。这是怎么个情况嘞？我也不清楚。别乱跑，别乱跑，慢点，慢点。走，带你们去看看我们的作战会议室。我的妈呀，这是我二叔干的。想什么呢，这都是我添置的，算是我借给你们的，以后要还呀。木秋，你这究竟是？我想过了，跟着家里的确不自由，没意思，所以我决定加入你们。你们放心，以后所有的经费军火我全包。长亭，我觉得木秋很有潜质，让他加入我们吧。木秋背靠国家，拥有着大量的武装以及几乎无穷的资源，如果木秋加入，的确可以快速补齐佣兵团的军需，而且木秋本身也是全元素能力者，战力非常强大。但是他的身份毕竟还是有些敏感。你还犹豫什么？看你沉默那么久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队长，以后请多指教。快同意呀。欢迎你加入先觉佣兵团。先觉，我还以为你会起一个类似于天下无敌的名字呢。我有这么庸俗吗？走吧，我带你们去看一样东西，绝对是惊喜啊。乖一点，乖一点啊。孩子们有点兴奋，好不容易才抓到。哇，真可
还有这些孩子，应该再招募一些后勤人员。嗯，这些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们做我不放心。多谢多谢。不用客气，身为副队长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多谢副队长，多谢副队长。走吧，我们先把这些孩子安顿起来，然后带你们去看惊喜。这就是家的感觉，好感动啊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时间太紧了，还没来及升级系统，只能先用遥控器应付一下。不过不要介意这些细节了。这是我的妈呀，这是我们的训练场吗？那是和奇迹园使用的似乎一样。这是国家最新研制的机械外骨骼，而且是第二代的最新款哟。可以说一个经历过普通训练的士兵使用这一套外骨骼之后，甚至可以和能力者短时间作战而不落下风。第二代的机械外骨骼不仅能够大幅度强化使用者的速度力量，还内置了高风压装置、电击以及麻醉等功能。不仅如此，第三代已经在研制，一旦成功，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拥有。啊，大佬，受小弟一拜。可惜对能力者的抑制器是属于国家核心机密，就连我也拿不到。对能力者的抑制器吗？前期或许是非常有用的，但当深渊等级达到十级，能力者的能力也随之提升后，抑制器只是一个小玩具罢了。这是什么？嗯，别碰！啊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吓死老子了！这是模拟激发装置，是用来训练反应能力的。他们好像很不专业的样子，我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吗？我亲爱的队长，需要我外聘一名专业的教官来对我们进行训练吗？你说的是白衣吗？当然不是，这个人可以说是白衣的教官，也是我们家族的总教官。可以信任吗？会不会牵扯到？放心吧，绝对值得信任，因为他可是我的干爷爷呢，已经退休很多年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拜托他老人家了。好嘞，我这就让他过来。明天就到，我干爷爷说了，让我们今天好好休息。从明天开始，迎接我们的就是地狱模式的训练了。地狱训练？不！干爷爷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哟，小家伙们，早上好。这位老爷子能行吗？你看他都瘸了。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手也断了。你是不是又偷偷去钓鱼了？干爷爷就这点爱好，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谁知道被你干奶奶发现了，一着急就滚到河沟里去了。我的天哪。没关系，特许你们几个小娃娃一条胳膊一条腿够了，免得不小心弄伤你们。老爷子，你这话说的未免有些太自大了吧。老爷子，你也应该知道了，我们已经不是普通的人类。您干爷爷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你们别看他现在很不靠谱，但是对付我们一条胳膊一条腿真的够用了。哼，我不相信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傲气得很啊。来来来，
你小子过来，让老头我给你露两手。老爷子，我虽然不是强化系的能力，但是现在的身体素质也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，你真要试试看吗？来打我。好哎，嘿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让你打我。你就放心出手吧，干爷不会有事的。老爷子，那我可真出手了。快来。老爷子小心了。啊，哎呦，你这老头不讲武德，你偷袭。是你的速度太慢了。让我来试试。老爷子，我的能力是肉身强化，我会先使用一成的力量，免得不小心伤了您。随便你，小子。